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长毛大叔兄。我们今天新的一期，好久没有给粉丝开过他们的箱子了，我们再来开一箱给他们。今天这个箱子也是蛮大的啊，包的真好。大哥，你就寄了一块过来。哦，下面还有啊，这皮子好舒服。我还在看这个皮，它已经有一个切口了。你想干嘛，大哥？还是说你买来就这样子？看到这个包裹，我有点不明白了。你是 A 货啊，大理石大师，料子你看看，你这让我干啥？这种凉凉的，这种大理石石头直接丢花园就行了呀，大哥。我打电话问一下大哥要干嘛吧。哎，大哥，大哥你好，我刚拆到你的一个包裹，你寄了一个片料，寄了一个角过来，这个是要干嘛的？这样子的，因为我发现他们这个有这种做假断口这种情况，但是我是认为说，是不是这种就是做假的？很像，我跟你说很像。完全差太远了，所以我才有这种猜想。这个断口应该是被什么东西洗过的。它弄了一层黄黄的东西上去，它不像那种天然的氧化或者说是变种的一个断口。寄过去给你看的，就这个意思。现在搞这种太牛了。是啊是啊是啊，那多少钱买的这个材料？这个是9000多买的，这个大的。9000多，大哥，这个贴出来不就大理石吗？而且它不光这个断口洗过，它这个皮革上面也沾了一点胶一样的东西，你发现没？滑滑的，黏黏的，就是你想通过这个视频来提醒一下大家。对，我就想告诉大家，就是有时候这种，就是说看起来断口好像是被他们做过后，然后感觉让你看到里面的肉质了，然后实际上里面的东西其实他们早已经敲出来看过或是切过的。对对对，现在这个石头连10块钱都不值呀，那他这个利润，他这个赚翻了呀，血赚9800。我就是说，现在目前有很多这种情况没法玩了，现在。因为我们不懂，说难听，我们就是赌狗咬的，更看不懂。是啊，韭菜呀，你就是。现在基本上也看透了，但是就是最起码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嘛。因为我们现在不能100%的保证这个断口是做的，只是说我们有一点像，因为石头大了之后它里面会变的嘛。对，但是其实最难受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正常的断口，我切出来也就算了，就是我们这些骗人的把戏，说难听点，这个很可恶的。就是哪怕说这个断口没有做，他就跟你说断口是这样子的，那你对他然后说是天然断口嘛，但是切出来就变种嘛，已经敲过了，你扎过针了，你知道里面预制什么样了，你又说做假那种，这种骗人我觉得就不好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对的，对的。我跟你说这个套路，就是他这个断口上面给他蒙了一层跟釉一样的东西啊，这个我也是第一次见。然后的话，我再跟你说一个直播间的一个常见套路啊，就是他们也是针对像你们这种专门赌手镯赌大石头的，买接口料回来，买那种很大种水很差的接口料，那个接口料抛过光的全部给它打成磨砂的，再给它粘起来，然后故意跟你说等一会儿，但它其实就是敲一榔头的事，它是真的有手镯的，但是其实它这个种水特别差，就像你这个石头一样。对，那你至于手镯值多少钱，这个咱就说不定了。赌石这个行业水很深的，并且你们不在现场，它很多东西能做手脚的，皮能做手脚，肉能做手脚，而且这个还是一方面，更可恶的是什么？他们那个石头，他们继续拿来骗下一个人。这他们有些时候直播间啊，他们有5、6个或者7、8个水军来一起烘托一个人。他比如说是10万块钱啊，可能就只值7、8千块钱或者5、6千块钱，然后有很多人合，那其实只有你一个人在买，其他人都是他们的托。那你玩石头现在花了多少钱了？那就是万数，很多石头之前存在他那里，然后也没切。你最好不要让他们切。因为我们也经常碰到过这种事，他切到好的东西，他直接给你换一个石头，反正就给退友们当做学习材料吧。行，那这个石头我给你扔了，还是干嘛？哎，不要不要，那东西看了难受，鬼东西。那我把它扔了啊。啊，你把它扔吧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当明灯。大家也要经过这个世界来引起一个重视，我们玩大石头千万不要冲动，不要上脑，也不要被一些营销手段欺骗。还是要告诫一下大家，赌石有风险，赌石还是先得赌对人。每个行业来说最吸引的什么？最吸引的就是赌石，因为它很神秘，它的可变性很大，但是往往商家就是利用了这个消费者的一个心理去给他做手脚，去赚不该赚的一个钱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赌个门，拜拜。